海面风台带来这惊人的雨水，伫咧溪底乡当地十一个溪造成严重的灾害，包括规个溪床的固层钢，也佮有护花地基来挖坑，以及规个溪床的边坡破损严重。溪底乡公所正处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前往来挖坑了解。当地农民希望政府单位紧急抢修，避免灾害来影响到附近的农田、土地以及厝。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答应并来经过预算尽速来征收，维护民众的性命财产安全。为着要了解洪灾损害情形，包括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、南投县政府、溪底乡公所等单位人员前往会勘，当地农民非常烦恼二次灾害的发生。这个档啊吼，这个档啊叫动力，动力就是影响到这边啊河来啦，边啊当土层嘛，啊累了这啊，这就拢总开始掏空啊，规个拢总啊这内底吼，内底土拢总叫切落。咱凯米台风哦，咱溪底乡吼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啊灾害吼，啊今日邀请到咱啊河川局吼，咱的这个啊水利署啊来共同来现勘嘛，感谢到县政府啊共同现勘吼，啊咱知影讲咱十一个溪啊，甲咱的宝贝溪啊只吼，真济咱的这个河川吼受到咱这次的灾害掏空吼，甲着冲刷。因为风台大雨的关系，真侪野溪大排拢出大水，破坏溪床河花，造成设施的地基流失，溪底水档啊嘛拢被冲毁。溪底乡镇老溪旁争取水利署偏力经费来抢修。我看马伊个吼，把咱做好吼，安尼咱就当保持咱面顶的产能的安全。嘿，我的地吼，农作物安全。农作物好。嘿，我无即卖吼，只跟。当年吼，啊水落来，我拢在地这边啊，我地方吼拢乌面啊。希望讲水利署赶紧甲咱核准，互咱赶紧来施作，啊，将咱这次的灾害赶紧来复原，啊，互咱来百姓乡亲吼，会咱赶紧来恢复着过去吼，平静啊，原始啊，上界啊有水的这个生活。为着要以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，避免风台大雨再次成灾，水利署第三河川分署、南投县政府等单位专业的人员。讨论施工的方式，并且估计大约需要上千万的经费。因表示尽速来修复河花、地基、水档啊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